可以可以，快点，我这边会剪进去哦。哈喽大家好，你可以讲话啊，你可以讲话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着阿韩创作去的频道。她是彩伦妹妹，她是太太，太太又入境了。然后这位是我们今天的问奖大哥。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去苗栗露营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前几天北部应该是吹起了一阵怪风，就超级大怪风，然后那边的露营区就状况蛮不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改到新竹。但是现在已经下起了大雨了，希望到那边的时候天气可以稍微放晴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 ，Go！OK， 我们现在停靠在内湾车站买零食。你想吃什么？这不是果冻，这是仙草。我看，它还有 跟你的脸一样大。大哥，而且为什么这里会卖这个啊？是要给上去露营的人吃吗？好，结账，走，去结账。我们今天搭的车车。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他们在哪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找不到我们朋友了。到了，哇，超美，超美。嗨，国强。脚下。所以可以睡两个人，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客厅，这很不错哎。对啊，晚上看完电影，然后就进房间睡觉。对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可能可以睡两个人。那个就是我们的洗手槽空间，他们现在在处理食材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客厅帐，就是大家等一下就会聚集在这边吃晚餐、喝酒、聊天。我们刚刚就是搭这台车来的，然后它是我跟太太今天晚上的住宿空间。噔噔，开箱住宿空间。你看我们有行军床，好舒服哦。今天我跟太太会睡在这，她睡在这张床上，我睡在这张床上，然后我们会铺睡袋在上面，这就是我们的睡垫，然后不用睡在石头上会比较舒服，觉得很不错哎。然后我们被竹林包围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景色，它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然后是竹林都没有别人。我的朋友在讲我的坏话，你们现在说什么？我们要在想怎么样破坏你的。破坏了顺利，顺利的拍顺利，拍顺利。OK OK， 好。比如说这里很像，很像什么？这么乱剪定，这么乱剪定，这么乱剪定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不是穿这一套，然后我就临时起意，出门快要来不及，我就决定要穿双鞋，因为这样穿脱很无痛嘛。我上来之后换了这套之后，就觉得这两个绿色没有很协调，搭不搭？搭搭。就是草地、大地、树、石头、树木。然后树干，那紫色是什么？紫色是蝴蝶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完全没有不给你的 dress code， 而且他上来会换一件，换一件，换一件，一件我只有要换这件，我没有一直换。不是我，不要来，不要再来了，我们太吵了。我昨天去板吉 Snow Peak 买了一个椅子，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共用椅子。别人，因为我。对椅子有一些奇怪的坚持，所以我很不喜欢坐不是我自己屁股坐过的椅子。对，所以我特别去买了一个椅子。这个椅子打开很方便，就是从它布套的地方，然后这样子打开，不要搬手臂的地方，因为容易坏掉。这样打开，
噔噔，这样就开了哦。稍微坐一下，它就会停了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，嘿，这个很好，是因为它可以装起来，比较不会脏掉，很厉害吧？好，那我就开箱完毕我的椅子了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来聊天了。咔，哦，这是我们今天搭的车，今天我们搭的是 Jeep， 就是吉普车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车上很惊悚的开车过程，就是他本人。我买了一个那个饮料架，我们注意他一下，他有一些话要讲。没有，我就在我在装饮料架啦，我在跟大家介绍我买饮料。那我们问他，你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买的。跟椅子一起买的吗？对，跟这个椅子一起。不是分开买的，合在一起放用。但是它很适合哎。对啊，很不错吧？就不会被人家喝错饮料。有很多恐惧，然后喝饮料的恐惧。我们现在是用 Snoopy 的杯杯喝东西，耶、yeah ！你这里面有酒吗？有啊。好舒服哦，很赞哎，没有下雨很赞。这个就是露营空间，然后如果租这个空间就会看到这个景色，全是雾哎。它如果没有雾的时候应该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它那个餐厅空间的样子。其实每一个帐距离很近哎，所以晚上其实不能太吵。我们太吵了，我们太吵了。真是热水洗涤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洗澡哦。洗澡的空间你觉得怎么样 ？OK 吗？那我就不特别拍厕所了。好多人，还有各种不同编号的露营区往这个方向走。哪露营小屋呢？就是你可以住在小屋子里面，可能就不用自己搭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那个还可以攀岩。哦，这就是露营小木屋。我们这里没有东西吃哦，我们太太会怕猫。露营小木屋就是什么都不用准备，然后他都会给各种回收区，其实分得蛮清楚的，环境弄得蛮干净的。哦，也有冷冻，大家应该是可以共用吧。好，我们终于到餐厅了。我们现在要走进去，这个门面花超美的，现在盛开了很多花。这个窗的紫色跟我的一样哎，拍一张。它这小白花也很漂亮哎，你看它原本长这样，然后一点点开，一点点开，然后全开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到餐厅了。哇，这景色好像电影走出来的画面哦，很梦幻哎！哇，这里是二楼的空间，然后有很多的座位，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在这边用餐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仙境，很漂亮哎！我们刚刚去参观的那个餐厅啊，可以在那边用餐，但是那个用餐只有到晚上六点。有带小朋友，然后可能懒得煮饭，但想要带小朋友来这种户外走走玩玩的，就可以去餐厅用餐。我们平常一般在露营的民众是要自己准备所有的器材跟器具、食材这些，都是要自己准备。你看，还有那个小朋友的沙坑空间，所以小朋友很适合来这边。我们的营区到了。就在这片竹林的后面，下午都准备好的食材，装水的桶子。啊，有点可爱。下雨。现在要搭天幕，天幕正在被拉起来。那它就可以挂在你那边，绿的，可以，这个我吃，好，下锅，连切都不切，晚餐好了。我现在在拍闪电。如何吧？啊！贵的吗？有拍到？我都。
对着啊，快点进来。我们刚刚去外面拍闪电，是看到闪电，但是我们没拍到，因为闪电要刚好对着才拍得到。现在又下大雨了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吃东西。热汤很好喝。嗯，还有呢。突然变成蛋哦。对。再来一张。谢谢我们的大厨跟二厨。水果牛，开始讲电台的话让你剪不进去。哦，好加水。哎呦，哦，好假哦。好，安尼。他现在加一点盐。加点盐哦，嘿。哦，这个胡椒很好吃哦。好，给他用力撒一下。哦，不得了，没人敢吃。意大利香草也是可以加啦。你在煮什么啦？洋芋片啊，怎么好吃哦？洋芋片加香料哦。姐姐，我手酸，手酸了，继续拍。我知道了。好，可以停，可以停吗？可以停，不敢停。怕被骂。我们太吵了，这很像 cheese 哎，但它其实是鸡汤。缩放可以缩放吗？字有点小。缩放。这上轨就是那个第二个颜色，让我觉得好可爱。下一次掉下来，好可爱。就是想要。坐下来都没有停过哎。对，辛拉面。小吃。你要介绍这干的。哦。那个干的辛拉面。我第一次吃，我觉得超级好吃。我上次是吃什么？看来真的是准备继续吃。我觉得有什么吃什么，给我吃。根本只是为了吃。还是你现在要吃鸡蛋？翻一天晚上的画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快2点了，准备要睡觉了。昨天去买睡袋的时候。还看到人家行军草，觉得很羡慕。哇，如果能睡行军草有多好！结果我们今天一来，我们就没有行军草，真的很幸福哦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把那个睡袋打开。我们现在很暗的，我们其实下次应该要早点铺床，不然我们为什么都看不到？对 ，OK， 好，跟大家说晚安喽。就这样子。好，可以多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介绍一下他有说这个睡袋啊，因为睡袋有分那个温度嘛，几度到几度的保暖程度。然后在台湾，一般你如果不是特别是登山的那种，他们都会建议不要买到太暖。一来是它贵很多，二来是你其实在台湾不需要到5度以下或是0度以下，最低可以保暖到5度，其实就很适合的。然后价钱其实也是最划算的，我就买了一个5到10度适合。然后说如果买太低温的，夏天绝对盖不住。然后所以这种就是一年四季都堪用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先睡觉了，晚安。大家早安，我们刚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睡觉起来世界变色了，我的椅子本来是咖啡色，它现在变橘色，然后我们的睡垫是黑色，它现在变成这个猪肝红哎，太太的包包本来是绿色变成灰色，好可怕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应该有疫情入侵吧。现在是已经11点半了，不早了。我们睡到10点半，昨天晚上雨超级超级超级大，大到就是你在帐篷内讲话，其实旁边的人是听不到的。还好白天雨停了，然后现在天气还不错，阴天没有太阳，但是是美的，然后雾还是蛮大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收拾行李，然后准备去外面吃我们的早餐了。我们昨天睡的行军床，然后你看它就是会有一个高度，所以不会很冷。然后这是我的睡袋。很舒服，它是有一点像棉被，然后这是我做成的枕头，我用背心跟我的小毛巾做成枕头。哇，还是雾气弥漫。我们有文文鸡汤的蛋，还有菜，还有老板的
炸。你是觉得？你要对他提问，你太笨。老板有没有跟你讲说，工作的时候不要讲别人坏话？老板，可是在人家面前就不算讲人家坏话，在人家面前。好酷。你们在上瑜伽课哦？我们是，还要起来？毛是，真的没有下降哎！你要等等看。参观一下别人的房间，这床垫超舒服的哦，就跟睡家里的床一样。然后这是有点像他们的小客厅。现在我们在收拾，这里。你来一下。现在在收帐篷。睡觉的帐篷都收完了，我们剩下一个帐篷在煮辛拉面，而且小吃都变。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胃口这么好了，这两天是胃口超好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全场胃口最好？早吃到晚，从早吃到晚。应该说你是一直点菜的人。好，现在是下午的2:30，然后我们已经收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下椅子跟一些杂物，现在要去雾里面探险一下。Go， 这个是我们昨天的客厅帐。我们全部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早上也在这边吃东西。哇，这里小花好可爱，看有没有可爱？你看这朵花的花瓣是直的，然后这朵花的花瓣是卷的，所以它感觉很像是卷头发跟直头发的显性隐性基因的那个影响哎。嗨，小黑，这里有，哇，已经雾到已经看不到了。我们刚刚一层一层擦，用抹布把它擦干，但这种布很好擦，抹布都不用洗，就算擦到很多泥巴，再擦其他地方，还是马上就干净溜溜。干净溜溜，我们把它收得很干净。我们现在要拍照，开始。好，你可以放我旁边，对面给你放。对。我们现在已经4:30了，然后什么东西都已经上车了，准备要下山。今天好玩吗？好玩，很累吗？我们这一大团里面有两个男生，他们很辛苦，帮我们搭帐、收帐。那女生也有负责煮饭。但是我也有功劳啊，我有擦一下帐篷，还有吃很多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很放松。虽然美中不足是晚上下暴，因为下暴有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睡那么好，因为帐篷会有一点点渗水跟喷水进来，然后又很潮湿，所以就是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。但是也因为这样子雾很大很漂亮，所以其实各有优缺点嘛。晴天晚上可以看星星，整个云区都是你可以晃荡的地方，但下雨的时候就雾气很大。然后我现在要继续晃荡下山了啊。小大哥有很厉害的鸡汤，我觉得我们这次很厉害，喝到他的鸡汤。我跟你讲，他看不出来年纪，全部的人都震惊到一个歪掉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养身体，喝鸡汤，不要熬夜，要常常上山放松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再见。喜欢的话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小铃铛。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出发喽！好，小心哦。